羽毛球国手林丹将升级当爸爸的消息备受球迷粉丝和网友的关注。10月5号记者独家获悉，林丹太太谢霆锋在11月4号夜里产下一个可爱的男孩，母子平安，超级丹林丹升级当爸爸了。在此前10月份吴昕芳曝光的一张照片中，孕肚十分明显，林丹也对媒体啊默默地承认了自己当爸爸一事。谢霆锋在昨日4号入住北京的某产科医院，到生下宝宝的过程啊十分顺利，宝宝的体重暂时没有透露。